你知道什么人？朋友。你知道他家人的联系方式吗？不知道。他还活着吗？他的伤啊，除了腿伤重一点，其他的问题不大。别害怕啊，他没有生命危险。嗯。现在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问题是。 联系不上他的家人，怎么办理住院手续？你醒了？你终于醒了？还疼吗？医生说你命真大。 你说的只是外伤，没有伤到内脏，只是你的左腿伤势稍微有点严重，但是医生说已经控制好了。这里的医生挺好的，说可以先住院，再办住院手续。你受伤了，你别乱动。 找啥？伞？你这人真逗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找伞？就算丢了、坏了也没事儿，我再送你一。